您的复杂问题，我们合力解决。大家好，这里是由辽宁卫视大型公益服务节目《复合天使》，欢迎您的收看。今天向我们求助的是一位叫做刘霞的女士，她告诉我们，她的女儿因为不喜欢她的男朋友，现在离家出走了，而她的男朋友呢，现在又要跟她提出分手。到底刘霞和她的男友以及女儿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为我们做的外场调解。接到刘女士的求助电话后，记者来到了刘女士的家。一见到记者，刘霞便急忙地向记者出示了一张女儿徐青出走时留下的字条。你看，麻烦你看看，这就留着一张字条，出走了。这张字条上只有一句简单的话语：这个家有她就没有我。本来女儿的出走就已经让刘女士焦头烂额了，没想到女儿徐青离家后不久，男友便向刘霞提出了分手，这更是在本就焦灼不已的刘女士心里再添了一把火。你看，这是张先生给我发的信息，这孩子不接纳我们，我们还是结束吧。随即，刘霞当着记者的面拨通了女儿徐青的电话。每次打都这样，气死我了。其实他就是他挂掉了是吧，他不接，他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女儿离家，男友消失，这样的状况让刘霞有些措手不及。焦急万分的刘霞现在一心只想尽快找回自己的女儿，于是记者和刘霞来到了许清所就读的学校，试图向同学了解更多关于许清的情况。是那个许清同学是吧？啊，是的。是这样，那个许清这学期回来上过课吗？他这学期很少来上课的。真的？很少来上课。那他回宿舍住吗？没有。没回宿舍住。对呀、前几天我们也给他打过电话，问他为什么没回来，他说家里有点事儿，请假了。真的吗？不会吧？他跟你那么好，同学。对呀、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偶尔发发信息。是吗？那他平常有没有什么想去玩的地方？就是会在哪儿，你们知道吗？这个不会啊，他平常很少出去的，一般都是不上课的时候都在宿舍里待着的。心急如焚的刘霞在亲戚朋友家都遍寻不着女儿的身影，现在也没能从同学的口中得到任何关于徐青下落的消息。刘霞说，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女儿可能会一时想不开，做出无可挽回的傻事。那么女儿徐青为何如此决然出走？男友的离开又是否正如短信所说的那样简单？这两者之间到底有着什么联系呢？我们能够帮助刘霞找到失踪已久的女儿吗？这对母女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刘霞也自愿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现在我们就有请刘女士上场。有请。你好，刘女士，首先我们要问问您，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我的女儿不回家，我怎么找她都不回来，没有办法，我想请你帮个忙。刚才我们在短片里面也看到，女儿似乎是因为不喜欢您的男朋友，所以才要离家出走，是吗？是。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3月19号过生日，我女儿说会回来给我过生日，我寻思我就做了好多菜。这个时候吧，完了我女儿回来，她看着这些菜特别高兴，我就跟她说，我说小青，一会儿那个一个叔叔也要来给妈过生日。我女儿就愣了，什么叔叔？完了这个时候，他叔叔就进来了，看见也在桌子上，那她女儿就不高兴，不高兴完了那个在桌上生气，生气了完了那个。我就问我女儿，完了我就跟她说的，咱们吃饭吧。她说的吃什么饭呢？吃饭，这是谁呀？嚷着这是谁呀？我说这是那个妈没告诉你，是那个这是阿新找的一个朋友，就是那个挺好的。完了我今天过生日，她也想给妈过生日，然后就来了。我女儿就急眼了，急眼了，桌子也掀了，碗也摔了，离家就出走了。女儿走了，现在已经有3个多星期了，是吗？是，打电话都不接，偶尔接一回吧，就跟我说不用管我，我就不回去。冒昧的问一句，您跟您先生是离婚了还是怎么样？是在女儿多大时候发生的事情？她4岁的时候我们就离婚了，我们跟她爸离婚，离婚以后我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那您女儿的性格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她从上中学以后就变了。就是小学的时候吧，就见着男同学什么的哈，他不跟男同学一起玩，完了就跟男同学打仗，他对男同学就是特别厉害。但是上中学以后，我也见不着他有
有男同学跟他在一起。现在上大学了，我也没发现他有男同学跟他有个电话了，或者什么都没有。女儿20岁了，你都没有发现过她有任何早恋的，哪怕是倾向？对，身边一个男同学都没有，都没有。那怎么没想过找个伴儿呢？至少有一个人帮你一起来扛一扛。没有，因为那个，我觉得我跟我女儿相依为命就够了，没想过再找。那这次为什么会找到这位男士呢？这次是我女儿上大学了，这个她这个不在家，有的时候那个我就是有点不舒服了，或者什么时候吧，我就觉得特别孤独。有一回我发烧了，我不知道半夜的时候，我想喝口水，没有人给我拿；我想说话，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就挺着，早上起来我就那个到医院打了点滴，完了回来以后吧，我碰见我一个邻居，跟我特别好的邻居，他就说：“你看你一个人太那个那什么了。”太孤单了，要不你找个伴儿吧，这么多年你也没找了，你再说孩子上大学了，你该找一个了。我说我不找了，这是我说我就跟我女儿过挺好的。哎，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这人不错，人也善良，他也善解人意，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我觉得这好朋友不能骗我，那我就想我跟他处处看看吧。所以你这一年来的我也在不断的那个这是观察他，我就在那个我看他适不适合我，我也没跟女儿说。所以这次过生日，你觉得对张先生观察的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想为啥？我想那个过生日让他们俩见面呢，我就想问问，让看看我女儿，她的什么意见。如果她同意，我们就继续交往。没想到女儿的反应这么大。对，我也没想到的事儿，我把女儿伤了，对不起。那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位男士在你生日之后就跟你提出了分手，给你发了那样的一个短信。他这个人特别好，他觉得他要是夹在我和他女儿中间，他觉得就好像是怕我为难，怕他女儿伤心，怕我女儿伤心，所以他说他退出。那你现在对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女儿不同意，我也退出了，不处了。那对这位男士呢，也不管了？那我只能放弃了。对着我女儿，我也舍得放弃。好，刘阿姨现在是说她愿意放弃一切，只希望女儿能够平安归来。那么离家出走的女儿如今又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为我们做的外场调解。刘阿姨告诉我们，徐青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王亮，徐青平时和他无话不说，徐青的情况他应该知道，只是出于某些原因王亮不愿意告诉自己而已。刘阿姨说想通过我们记者从王亮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女儿的消息，但王亮依然没有告诉我们徐青的下落。听到这个消息，刘阿姨一时情绪激动。在安抚了刘阿姨之后，王亮建议让刘阿姨回去休息，无奈之下记者只能和王亮一起把刘阿姨送回家。可是从刘阿姨家出来之后，王亮却说有几句话想和记者再单独聊一聊。其实许清他一直在我家。他一直在你家？是的。那你为什么要骗他妈妈呢？是许清他不让我说的，他说他不许我告诉任何人，也不能，尤其是不能告诉他妈妈，否则他就要跟我绝交，一辈子恨我。那么你现在为什么要选择告诉我？我看见他妈妈那样真的很不忍心，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搞得这么严重。但是我又不想失去徐青这个朋友。在记者与王亮的沟通下，王亮答应我们去他家见许青。许青他平常个性怎么样？许青的个性平常他是挺倔的一个人，就很不喜欢沟通，也不喜欢交朋友什么的。那他除了你之外还有别的好朋友？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而且他对男朋友非常反感。对男同学反感？是，如果班里有什么男同学追她的话，她就特别讨厌人家，感觉就那种。那她有男朋友吗？她没有，一直都没有谈过。到了王亮家，我们见到了许青。当得知记者的来意之后，许青很生气。我之前来的时候怎么说的？是不是？你就这样对我？啊！现在我妈不要我，然后你现在又这样对我，以后让我怎么相信别人呢？别拍了，拍什么呀？你记住了。王亮，我
看错你了，永远不是朋友。以后对于好友王亮的做法，徐青显得非常气愤，不顾王亮的解释就收拾东西要离开王亮家。记者赶忙上前劝阻，但徐青对于记者谈到妈妈的话题仍然表现得很反感，不愿意回应记者的问题，也不愿意表露自己的想法。妈妈心里的乖女儿何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而妈妈的男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会让女儿如此反感，甚至厌恶到不惜与母亲决裂呢？通过记者在场外与许清长时间的沟通之后，今天许清也终于愿意来到我们的调解现场，来跟母亲面对面的对话。现在我们有请女儿许清上场，来，有请。许清你好，来，请坐。首先我要来问问你，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我没有什么诉求，我就想让我妈别管我，以后我过我的，她过她的。能看得出来你一上来心情不太好啊，但是如果真的想跟妈妈把话说清楚，咱们还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好不好？我来问问你，母亲在她生日的那一天介绍了一个叔叔给你认识。你不要跟我提这个人。你为什么这么反感他？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谁都知道，你看他那样就不是什么好人。你了解他吗？你这么说，你先别跟我说话。你是因为担心妈妈跟他在一起会过得不好吗？所以才这么生气？当然了，我跟我妈过得一直很好的。就因为他，我们俩现在成为这样。是，但是你有没有站在妈妈的角度想过，她这么多年一个人照顾你很辛苦，她也希望能有个依靠呢？我知道，那我和我妈一直可以依靠呀，我可以养我妈，以后我可以凭我自己的能力养我妈，不需要任何一个男人。那青，你还在上学，你怎么养我啊？你现在这么……我现在可以退学，我可有能力，我学可以不上。徐青上场后的表现让我们有些吃惊，以这样的态度和母亲说话，很难让我们相信这是刘阿姨口中那个乖巧的女儿。难道一个外人想进入这个家庭就真的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吗？当然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你，当你有了足够的能力的时候，你一定会来照顾妈妈和赡养妈妈。但是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找男朋友而在这个时候找吗？你想过没有？我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一直我妈过得特别好。那我来告诉你，因为你上大学住校离开家了，她一个人在家里很孤单，她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她。可以啊，现在我不管了，我要自己住，我要自己过我自己的，她爱找谁找谁去，跟我没关系。你爱找谁找谁去，应该过呀。你怎么这样跟妈说话呢？我跟你怎么说话了？你现在怎么对我的？因为一个男的。那许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大学毕业了，你恋爱了，你结婚了，妈妈谁来照顾？我不会恋爱的，我不会结婚，我觉得婚姻根本不可靠，男人根本不可靠。这也是你跟我说的，你忘了？许清是这样，我反反复复的听到你说这个叔叔不好，男人不好，所有的男人好像都跟你有仇似的。那你想不想静下心来听听妈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叔叔？我不管什么原因，我不会接受他的。无论主持人怎么劝说，甚至母亲在一旁不停地道歉，许清还是一副油盐不进的态度，坚决反对母亲和那个男人来往。从他只言片语的讲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刘阿姨当年离婚之后，对许清所说的那些男人不好的言论，对许清的影响是多么的根深蒂固。或许正是这些经历和记忆，才造成了许清现在的这种偏激态度。好，这样我们来问问妈妈。阿姨，您现在的这个男友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他叫那个张丰祥，他是今年49岁，比我大3岁。您刚刚说到跟他认识是朋友介绍的。是，就一个我的好邻居、好朋友帮我介绍的。但是你的女儿反反复复地说他是个坏人，而且说我们一见到他就明白了。您见到他的时候，明白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吗？那朋友说的，他以前吧，就是有过前科，是这个不算什么事儿，因为你说他有过前科指的是，他就是在那个单位上班的时候，那个单位可能是也管的也不严，再说他的家庭生活吧不太富裕，就拿了点单位的东西出去卖，完了被发现了，就蹲了4年。就是说他曾经有过偷窃的行为，对，但是这事也是上可所迫，对，这种4年了。你都能喜欢我，都服了你了，真的吗？他是为了家庭，为了他的孩子，为了他的老。他这样的人，你都能相信他是能对你好，能给你幸福？
你让我怎么说呀，女儿？你怎么这样？他现在对你就是想哄你开心，想跟你在一起这样的，你别听他的，多虚伪啊！你看看他那样，他手上还有纹身，哪个有纹身的人是好人啊？你让他，你让我接受这样的人，不可能！我跟你讲，阿姨，那我问问您，您介意他以前的那些经历吗？他这人特别好，在我们交往这段时间吧，也就是他就是我也在观察他，因为他这个对我照顾还挺好的。我有什么事儿了或者什么，他都是跑前跑后的。女儿离家出走了，那位张先生跟你提出分手。对。你怎么办？你是怎么想的这件事情？我女儿不同意，我也放弃了。小青，所以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你的妈妈现在决定跟他分手就算了。分手了就你说分手分手了，他如果要三天以后再找你呢，再缠你怎么办？我知道吗？我要在学校的话，我怎么办？我能回来吗？小青，不可能的，我说不跟他处就不跟他处了，我是你妈，你已经骗过我了，我不可能再相信你了。我怎么在骗你？我怎么骗你了？你一年多了你都瞒着我，我现在都不想回那个家。这一年多不是没成熟，我没想好跟不跟他处吗？我不可能回去，我现在只要想那家我就很恶心，我想那个男人家我就很恶心。有什么可恶心的？你这孩子，我是你妈，有什么可恶心的？那你跟他好吧。你说我不管了，你跟他好呀。好，来，许清，我来问你，你之所以这么不能接受这个张叔叔，是不是因为在你的心目中，你认为你的爸爸才是最适合你妈妈的？当然不是，他根本就不是我爸。他算什么？爸爸也不行。他尽过父亲责任吗？你这么多年来见过他吗？根本没有怎么见过，我也不想见。通过电话吗？通过几次，但是我也不想听你的声音。他最好不要在我的生命出现。为什么你对爸爸这么嫌恶、嫌恶？根本就没有尽到任何父亲责任，他这样抛弃我和我妈，让我们一直生活得这么艰辛，那他管过我们吗？那你爸爸妈妈当时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妈没跟我讲过，我不知道。刘阿姨，到底当初你们发生了什么？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分开？妈，你觉得我爸对不起你，你说出理由来，没准是你对不起他呢。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你说呀。这孩子，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这现在你怎么变成这样事儿的呢？我怎么样？从小你也不这样啊！我是你的女儿，我知道，我有权知道你和我爸的事情。如果你今天不说，以后你要再想说也没机会了。小青，你说还不说？小青，妈错了，妈不该。你别让我道歉，你不说是吗？以后你别再有这个女儿，你记住了。徐青强硬的态度，甚至有些恶劣的言辞，让调解团成员都有些猝不及防，甚至在最后抛弃一句“现在不说，以后就永远别说”的狠话，就离场而去。好不容易见到女儿的刘女士也赶忙追了出去，现场录制不得不中断。这个像刺猬一样浑身充满了尖刺和攻击性的徐青，能否回到场上来和母亲开诚布公的好好谈一谈？徐青强硬的态度，甚至有些恶劣的言辞，让调解团成员有些猝不及防，甚至在他最后抛弃一句“现在不说，以后就永远别说”的狠话，就离场而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场外沟通，徐青答应尽量稳住自己的情绪，和母亲继续调解。好，现在我们看到两位又重新回到了场上，阿姨，您现在愿意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了吗？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女儿也十分想知道真相。好吧，在我25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他的爸爸。那个时候吧，我父母不同意，因为他比我大10岁，但是他对我好，我就被他甜言蜜语好像是给我糊弄。为这事儿我把我父母得罪了，得罪了以后吧，我就偷偷把户口本拿出来了，跟他登记结婚了。结婚呢，他确实对我不错。孩子3岁那年，我有一天上班回走的时候吧，我忘了一件东西回去拿，我一开门，哎呀，给我气的，我就把保姆打了。打完以后吧，完了保姆也打我。这会儿吧，他爸爸上来打我，他不但不拉我，不拉着我，还打，帮着他那个保姆打我。我为了他，我连这个父母都背叛了，他能对我这样似的，不对我这么不忠。在孩子4岁的时候，我俩就彻底分手了，跟他离婚了。妈，我爸都这么对你了，你还相信这样的男人？那么老人这种事都干得出来，你还相信一个这样的？连
接触都没有接触几天，你就相信他？我一直在考察他，一直在观察他，看他行，我不会征求你的意见吗？他都那样对你，你有什么理由说刚认识一个人就能对你好，给你幸福？你有什么理由？你不相信任何一个男人，这是你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好男人，这是一个社会的常识，这是两件事情。你可以保留你的态度，但是你不能说我不相信，所以妈妈一定找不到一个好男人。你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你是个孝顺女儿，你说我可以养你啊，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母亲含辛茹苦把你养到这么大，她生活里面不只需要我的女儿养我，母亲还有一些要求是你完成不了的。你好像看起来对母亲特别孝顺，但是有一句话，要么是我，要么是她，这不是在逼自己的母亲吗？我有逼她吗？这些年来母亲逼过你吗？这些年来母亲逼过你吗？总之那个男人就不值得信任，我不可能接受他跟我妈在一块儿。对妈妈起码要有应有的尊重，不要这种态度，他先不屑一顾。他怎么不尊重你？不尊重你，妈妈犯过错，妈妈要有改正的机会。如果你在这条道继续翻下去，那么你就失去幸福的机会了，听到没？我是他不是你母亲吗？我也知道，我以后会养他的，我宁可花钱雇人照顾他，我不想跟他再生活在一块了。真应该，老祖宗才有一句话，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如果你再这样肆无忌惮的伤害你母亲的心。你就是伤害我的，你像在指责一个女儿，有你这么做的吗？你还在那虎视眈眈的什么呀？要不然你就过去抽你妈俩嘴巴，你做得出来吗？那不叫欺骗。你觉得这件事情妈妈要怎么样做才算是没有欺骗你呢？她最起码要提前跟我商量这个事情，让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再看看她找的是什么样的人。就那个男人，就那样，就浑身有纹身那样的，要给你们你们要啊？知道你为什么态度这么忤逆吗？就是因为在你成长过程中，你一直缺少一个好男人来教你，所以你妈妈认识到问题，她想找个好男人来教你。再说了，你口口声声说不是好，将来哈，你想养活你妈妈，你凭什么养活你妈妈？你除外面做商业，外面是男人和女人都有的世界，你对男人缺少起码的信任，你生意能成功吗？你在机关工作，你的领导有可能是男同志，那么你不信任他，你这领导能领导好你吗？你对男人这种态度，你在这个世界能成功？你能养活你妈妈吗？老师的意思是你对男人缺乏基本的信任，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成一个正常的合作关系。合作可以，爱情谈爱情不可以。我就在想啊，我从来没吃过西瓜，然后有个人说西瓜这东西不能吃，有毒，有毒，不好吃。最后的话，我被骗着吃了一个西瓜，偏偏赶上那只是楼西瓜，一口吃下去之后又闹肚子，上吐下泻的。然后我就说，我吃过西瓜了，真的不能吃。西瓜就是不能吃，是瓜都是楼的，吃完之后一定上吐下泻。小青，你觉得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是。我傻吧？对，好，我没谈过男朋友。我觉得，是男人都不是好男人。工作里可以合作，没问题，但是不能谈情说爱，因为是男人都是楼西瓜。我吃过了，我就吃了一个楼的。我现在连瓜都没吃过，连楼不楼都不知道。我现在就说，是男人都是楼西瓜。你觉得你傻吗？我从小见多了，你现在我这么长时间形成的思想，你几句话，你让我相信，不可能。别让妈伤心行吗？好，其实在这个公共场合，妈真的，咱俩别打了，行？你跟妈回家吧，妈不再找人了，好吗？我不跟你回去，我不再找了，断你。原本平静的母女两个生活，就这样突然之间，因为一个男人的介入被搅乱了。那么，作为这一事件的第三方，张凤祥到底是刘霞口中那个能够照顾终身的回头浪子，还是徐青眼中那个不可救药的阴险小人呢？我们找到了张凤祥，本想对他好好的做一次采访，但看起来精神疲惫的他，在谈到与刘霞的感情时，显得很自卑。虽然我们也曾试图鼓励他，但是张凤祥却始终坚持不想再打扰刘霞母女。在了解了张凤祥的想法后，带着一些遗憾，记者离开了张凤祥的家。就在记者在路边等车的时候，张凤祥从家里冲了出来，他找到我们记者，他说就算他不想再跟刘霞继续交往下去，但是母女之间的这场矛盾也毕竟是因他而起，因此他希望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调解现场，他想把有些话要跟这对母女俩说清楚。我们现在有请张先生上场，有请。
张先生，您今天来我们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给他们母女道个歉，因为我曾经给我的家庭，因为我的过错给我的家庭造成过伤害。嗯，所以我跟刘霞认识这么一段时间，导致着他女儿跟他这个不和。我心想呢，我也就再不早点退出来吧，就别再给他们再造成什么伤害。那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张先生，你第一次见到刘女士的时候，你对她有什么样的印象？我觉得刘霞这个人心地很善良。那你下决心跟她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呢？彼此之间比较有好感吧。那为什么又要在刘霞现在最为难的时候离开她呢？因为这个家庭又有我的出现，才导致的他们母女的这样不和。我想我要是早点退出来吧，也可能他们母女呢就能会尽快的和好。你还知道是因为你影响我和我妈这样啊？你还好意思说？你看看你手上纹身，你看看让大家看看，谁相信你是个好人？好好说。张先生，您到底纹了一个什么让小青如此反感？那您能给大家看看吗？哎，这都是，这也没什么。大家都看见了吧？是我不相信他吗？他是好人吗？小青，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么反感张叔叔，你觉得张叔叔跟你妈妈在一起，他是图你妈妈什么？我也不知道图什么，反正就是没有好意。就因为你影响我们家，你别跟我说了。这样吧，阿姨，我觉得你一直道歉，你的女儿给你的回馈也是你别跟我道歉了。所以你们一个使劲的要给这种爱，一个就愈发的要拒绝这种爱。但是我突然想到，小青，你之所以这么排斥张叔叔，因为你是觉得他这个人不够好，你对于他早年间的一些经历可能觉得不踏实不放心，你不放心让妈妈去依靠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不妨也给一点时间给张叔叔，来让张叔叔聊一聊你曾经的一些人生经历，好不好？啊，好的。我也想给小青讲讲我的过去。张凤祥告诉我们，自己从小母亲就去世了，长大后又经常在社会上瞎混，后来工作结婚还有一个孩子。因为想贴补家用，所以张凤祥曾一时头脑发热偷了点工厂的东西而被判刑。出狱之后，原先的家人都不愿再理会自己，经人介绍认识了刘霞之后，相互感觉都还不错，却没有想到因为自己影响了刘霞母女之间的关系。就当张凤祥满怀歉意地说着这些时，一句对徐青的评语却让徐青像受到了威胁的刺猬似的立刻反击，双方在场上激烈地争执了起来。后来呢，刘霞就跟我说，说这个女儿啊脾气不太好，脾气比较暴躁，再有一个呢她排斥男性。什么意思啊？我都没有那个意思。你说话就这个意思，你说话要对我尊重一点，你知不知道？我尊重你。对呀、啊、你先不尊重我的，你这样跟我说话就是对我的不尊重。你还念过大学呢？你这接触。原本是想帮母女俩和解的张凤祥，没想到却点燃了一个更大的火药桶。满脸愤怒的徐青心里充满了对张凤祥的怨恨，对母亲的怨恨，这些在他看来是母亲背叛引发出来的情绪，让他变得极其的偏激不理智。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才能让这个从小就受到偏激思想灌输的女孩子冷静下来呢？这本该亲密无间的母女俩能否重归于好？雪清和张凤祥之间又能否化干戈为玉帛呢？你说话就这个意思，你说话要对我尊重一点，你知不知道？我尊重你。对呀、啊、你先不尊重我的。张先生，您先坐在这里心平气和一点，你取得父亲的资格你再好好管教他，好不好？我没有。您现在先不要这样啊，您先请坐。小青啊，我跟你说啊，这世上好多人都喜欢以貌取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偏见。就比如说很多老年人看着年轻女孩打耳洞或者抹指甲或者有纹身，就认为她是一个不良青年。大众的想法就是不是好人，你怎么知道大众的想法是你们评判的呢？那你看看这在座嘉宾有纹身的吗？但是啊，纹身纹在皮肤上并不可怕，像你那样把一个对男人那个大大的恨字纹在了心里抹不去，影响你未来生活，现在影响到母亲生活，那才是最可怕的，知道没有？你小的时候没上大学之前，
妈心心全都在你身上。在你上大学走了以后，所以我们这么伤心，你知道吗？你听妈话，我说不需要。你上大学之后，你觉得妈自己孤独吗？你觉得妈自己在家可以吗？你再等我两年，我现在可以把学退了，我不上呀，我有能力照顾你。你不用别人，不需要男人，没有一个靠谱的，真的。我身边好多同学都是这样的。以前你们家的生活是没有男人，那个生活是不完整的。我以后挣钱，我来照顾你，你该养的我来养你，好吧？行，这样式的。你现在还小，先回家待几天，别再犟了，干嘛回家吧？你在外的话真的不放心，一个女孩子，好吗？来，我们今天也有心理治疗师啊，杜老师，您觉得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真的进行一些心理上的治疗？我刚才尝试去理解许清，我觉得对他来说，很多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他并不是说不能懂，而是突然之间他的信念被转换了，他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接受的。现在妈妈先是背叛了两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原则，妈妈在这个原则，那我该怎么办呢？我用什么样的原则来继续生存呢？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来去理解许清的。为什么由不相信男人变为相信和依赖男人，想这个男人在一起，你心里是怎么转变的？你女儿了解了之后，女儿可能才能转变，你跟我们讲一讲好吗？好。有的时候妈非常不舒服的时候，没有人管理，没有人管咱们妈会。认识张先生以后，他处处家里有什么事儿，或者是妈有什么不舒服，他正在讨好你，你还不明白吗？说这么久吗？你别再跟我喊了，你听我说完好吗？别再喊了好吗？他说的一切都是很虚伪的。不是虚伪，你听我说完，听我说完好吗？我想让你就像是让你见他的也是一点点，先让你看看他，适应适应他。你适应不了他，妈也就放弃了，行吗？别再恨了啊，别再吵了。我说了你还跟他好，跟他好就跟我没关系。我不跟他好了，不跟他好了，不用我说了，你回家吧好吗？我不跟你回去，我说多少遍了，今天你就跟我回家好吧，别在外边了。你不用我说了，真的不放心你，只要他在，你就跟他走啊。你们俩不一伙的吗？我不跟他一起走，咱俩回家好吗？好吧。你不想找这个男人吗？你找吧。不找了，真的不找了。别认我这个女儿，今天我已经跟你说了，你别认我这个女儿。现场的调解在许清的强硬态度下陷入了僵局，极其不理智和赌气式的说话方式让调解团成员们都有些无计可施。就在我们在密室里和许清做进一步的沟通时，张凤祥走进了密室。他的到来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的，还是说找到了说服许清的法宝呢？叔叔，就现在你看到就是妈妈跟女儿现在这个情况，你是什么态度？你现在觉得我就是尽管他姑娘这样，我尽管和刘霞我们不处了，但是我也要把这个事情呢跟这个孩子讲清楚。你就接受不了吗？这些年我一个人带他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把这些爱的放弃忘记了。小青，小青，我就把他就是当成了一切。你可以不接纳我，但是我今天把事情呢一定要跟你讲清楚。你妈妈有心脏病，你知道吗？我妈有病，我还不知道啊。你说，你妈妈犯病的时候是给我打的电话，我把你妈妈送到医院去，医生说要再晚来一会儿，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你知道吗？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问邻居。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妈妈把你养大、含辛茹苦的容易吗？你以后必须得常回家看你妈，哪有你这么不懂事的孩子？现在你的情绪先别太激动啊，小心。就是我刚刚听这个叔叔说，说叔叔父母亲身体不好，是这样吗？愤怒的不是因为你不懂事，是因为你太懂事。你每一个手指头都是扎在我妈妈心上。不要说是母女之情，就算路边碰到一个大娘，碰到一个婶婶，也不能这样。包括刚才小孩子，你是那样对待一个最亲密的女人。妈妈有心脏病的事情，这个妈妈从来没有跟你说过吗？你了解心脏病？
突然间，心脏病可能有各种机会把人在很快的时间内送走。小青，做个好女孩行不？做个让妈妈骄傲的女孩行不？可以不？给妈妈一条活路，给叔叔一个机会。我们看到，当张凤祥把妈妈患有心脏病的事情告诉徐青时，骄横的徐青顿时软化了下来。在调解员们的真诚劝导下，徐青会改变他顽固的想法吗？他能给妈妈和这个陌生的张叔叔一个机会吗？我们想听听看小青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妈妈说的。我也不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发生这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你身体能成这样。我不在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人照顾你，但是我一直都想对妈妈好。青，哭了，别哭了，就哭了女儿，妈妈错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小青，我听说那天妈妈生日的时候，你是真的想回家给妈妈好好的过个生日，而且我还听说你偷偷的练了很久，练了一首歌想唱给妈妈听，是这样吗？嗯，是的。那你今天在这里还愿意把这首迟到的生日歌送给妈妈吗？那我就在这里就把这首歌当着大家唱给我妈，唱给烛光里的妈妈。